浪花一朵朵。是徐老师和胡老师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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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你跟着我一起唱这首中文歌，学中文真的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很喜欢。你不要害怕汉字和声调，因为他们好像图画音乐，真的非常酷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的中文在进步，我可以让你听懂我的话。我是个美国人，我家在罗德岛，我们的老师教得很不错。上午我们学习文化，下午体验文化，麻将和书法，晚上写汉字，练习语法，我的一天都很忙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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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想吃中国菜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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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饺子是我的最爱。呼呼，我要你跟着我一起唱这首中文歌，学中文真的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很喜欢。你不要害怕汉字和声调，因为他们好像图画音乐，真的非常酷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的中文在进步，我可以让你听懂我的话。我是个美国人，我家在罗德岛，我们的老师教得很不错。上午我们学习课文，下午体验文化，学打麻将和书法，晚上写汉字，练习语法，我的一天都很忙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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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的歌唱完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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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点掌声好不好。